卫生纸俩搞不够力，床单包走，老板会计急急了。开房间的理由跟借口升级再升级，又不是在玩宝可梦，来看看有什么新术语。桃园44岁征信工厂老板跟黄姓女会计逃来暗器，你去给我查清楚。去年9月13号，两人借故到竹南投份出差，征信社一路跟到摩铁，赶紧通报。两人办完事后开车离开，已到场的老婆堵住去路。老板知道逃不了了，干脆见招拆招。他呕吐，才去住摩铁。我在玩厕所，有用卫生纸擦龟头啦。没关系，咱不转路转。我买下床单、浴巾、卫生纸团，给它包起来。监警财政发现床单、浴巾、卫生纸团有老板的精子细胞和会计 DNA， 认定通奸，这下赖不掉了。动新闻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报道。